OK，Google 搜寻陶笛李景明老师。关于陶笛演奏家李景明老师，我可以为您提供以下信息。李景明老师是一位备受喜爱的陶笛演奏家，他的演奏风格独特，深受广大乐迷喜爱。他不仅擅长演奏各种类型的乐曲，而且还积极推广陶笛文化，培养了一大批陶笛爱好者。李景明老师的视频作品，李景明老师在 YouTube 上有很多教学视频和演奏视频，内容丰富多样，包括陶笛基础教学，从入门到进阶，系统的讲解陶笛演奏技巧，乐曲演奏示范，涵盖各种风格的乐曲，如流行歌曲、经典名曲等。陶笛演奏技巧分享，分享个人演奏心得和经验。您可以通过以下关键词在 YouTube 上搜索李景明老师的视频。李景明，陶笛 Ocarina。 李景明老师的教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通俗易懂，教学语言生动形象，易于理解，循序渐进，教学内容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，注重实践，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注重培养学生的演奏能力，学习李景明老师的陶笛。如果您想学习陶笛，李景明老师的视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源，您可以通过观看他的视频，学习演奏技巧，提高演奏水平。其他相关信息：陶笛，陶笛是一种古老的乐器，音色柔和，易于学习。陶笛演奏可以陶冶情操，放松身心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李景明老师或陶笛的信息，可以尝试以下方式：在社交媒体上搜索，在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李景明或陶笛，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。加入陶笛爱好者群，加入当地的陶笛爱好者群，可以与其他爱好者交流学习，参加社区陶笛班，参加专业的陶笛乐团培训班，可以得到更系统的学习。温馨提示：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，每个人学习的方式不同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。坚持练习，学习任何乐器都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，才能取得进步。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，欢迎随时提出。